腿肉呢是香料腌制过后呢，然后先煎后烤，再用特制的巧克力酱来提味，吃起来带点微甜，口感相当的独特。而这种巧克力酱呢是用原味可可调制而成的，没有过多的甜味，再经过鲜奶油的调和，散发出温润香浓的口感，搭配着烤鸡一起吃呢，客人可以说是相当满意。